你没事吧？你搬得下吧？搬不下。哎呀，现在还有这种打米机啊？你就住在这个村子里面啊？对。啊。还在前面一点点而已。就在这里吗？对。哦，这里进去啊？哦哟。这是你妈妈了。是。阿姨好。你的扁担是自己家里的？哎，家里。嗯，自己家里种的扁担。嗯。您多大年纪啊？您多大？81岁啦。哦，我看你身体很好哎。81岁看不出来吧？咱们这个房子多少年了？啊，就这个房子。哦，哦，呵呵，你这个是煮过的吧？是。可以卖新的罐的呗。儿子呀在外面打工。你咋也在外面打工啊？对。你还是觉得这里舒服一些？对。所以就不愿意出去，在家里面照顾妈妈了。对。还有两个女儿在读书。那平常靠什么生活呢？就砍柴火卖。砍柴卖啊？嗯。一天就是砍担柴，10多块钱担呐。一天砍担柴10几块钱。嗯，不容易。这个意思一下，给你买饼吃。好，那我就先过去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嗯嗯，拜拜。